只要正常跳它就是毛毛雨的事。正如你们所见，掉下去的话将要和我74年的存档说再见。根据每上升1000公尺温度就会降低摄氏5度测算得知，我现在在大约80米的位置。我通过拆开这四个物品，坤坤告诉我完全可以使用身上的甜梅，以此获得同等缓冲效果。真的好险啊，为什么这钻石是露在外面？我正在以每秒10个六角恐龙的速度往下掉，尝试分开 Dream 的23倍染色体，让我找到致命问题，就是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救我。但在某站那测试源代码后得知，只要使用0.5秒的时间退出游戏重进即可解决。这些岩浆1秒之后就会到达我的脚下，我需要在0.5秒内堵住岩浆口即可逃生。根据国语老师的话，土加力念力，土加级念级告诉我，这就是个立即挑战。作为78年的老玩家，还不是洒洒水的。